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要带大家去那个北壁动物园的一日游。这个行程呢，我是在 KK 上面当定的。KK 上面的行程，我觉得还蛮适合大家去做使用的。它还是中文界面，而且它的客服回应是蛮快的，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会用平台就是 Klook 跟Klay 这两个平台嘛，那我个人是比较喜偏好使用 Klay 的平台 ，OK，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。然后现在呢，在集合地点，现在我只有找到，然后网络拍个片头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行程的集合地点呢，在这个我后面这一个暹罗的百丽宫里面。百丽宫呢，应该是写一号出口，让我们下去。然后啊，8:45集合。那通常他们都是说叫你提早10分钟过来，因为导游要点个名之类的，要做个报道嘛。报道完之后呢，就安排汽车带你们出去了。那我在想，应该是小巴啦，因为北壁不太敢坐大巴，应该是小巴出游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下来集合地点这里了。那集合地点啊，就是从上面的 BTS 下来之后呢，看到这一个使用 Paragon。应该是没听错的话啦，大家就听听的音。这是暹罗的百丽宫啊，这边之后呢，当时也是在这边集合啦，只是因为我找到了，还没有人到，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吧。那记得从捷运站下来呢，它这边有个出口，这样子。集合的地点呢，是从刚刚那边走过来之后呢，经过这里之后，到这边会有椅子让大家稍作休息一下，然后呢，旁边有工作人员啊，他会要。会让你填一个基本资料，那基本资料是填你的英文名字、护照号码跟你的出生年月日这样子。因为呢，原因是要帮各位保保险啦，因为行程上都会帮大家保保险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等，有几位还没有到，我们就稍等一下吧。在这个途上会经过的路上会经过的加油站啊，然后大概休息10分钟，10分钟呢可以让大家去上个厕所，然后来超商买个东西吃这样子。已经到北壁的动物园了，可是现在虽然出大太阳，可是还有点下太阳雨。哦，这还不小，这蛮大太阳雨的。然后我们在这边，爸爸帮我去处理票的东西，然后等处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去这样子。然后他们饲养拍照的，然后就在前面这边。这边可以喂养啊，小狮子，它有分不同年纪的狮子，然后这是比较大狮子，然后比较小只，像 baby 鹰的那种感觉的。嗯，然后饲养员呢就会帮助它拍照这样子。然后我看啊，饲养员超级认真的，一直帮那些游客啊他们拍不同的姿势，然后又要一直准备那个食物。用那个食物去喂那个狮子这样子，这样狮子才会配合那听话这样子，蛮可爱的。好，这边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这个团是没有包含这一种的吉普车去给人家拍照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如果要来这个话呢，都需要提前做预约的。然后呢，一开始啊，就是让大家这边，因为他跟小动物拍照的话呢，是需要购买门票的，它是每一个人分开人手计费，然后不同的动物啊，价格也不太一样这样子。然后行程就是先让大家跟动物拍完照之后呢，然后啊，再入园去，再搭他的巴士入园去参观他们动物园内部。那因为我们要拍照，所以我就在那边等大家喽，坐在那边等一下，等大家。那现在要来买这个东西，就是在上那个游园车啊之前啊，要先来买。然后它的价格呢是100元可以买2盆这样，在这边去做购买，再把100元图付给他，然后就可以了。那其他门票的部分的话呢，导游就帮我处理了。因为导游他们的购买门票啊，会比你如果是包车来的话，你的费用会比较贵，因为旅行社会跟他们有合作，所以票价比较低。刚刚我听到的价格呢是导游他们是350，然后一般你如果单独来买的话是500块，可是我刚才墙上又涨价了，好像变成550了，所以会差200块。然后啊，接下来就要上这台巴士了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很多尖叫声，因为真的场景这么近的时候啊，我记得最近看很多影片，他们都可以拍到很多尖叫声的，那希望今天我也可以拍得到。然后啊，
这个游园车啊就会进来开始，因为旁边都会有很多小动物。
现在他已经下完车过来了，然后这样子应该不错啦，而且跟实际体验跟你自己看影片看照片的感觉我都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啊，刚刚其他游客他们完全 一开始不知道长颈鹿头会伸进来，所以啊一开始就是尖叫声一片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他现在园区里面，虽然说园区跟那个曼谷旁边那个比是小很多了，没错，但是他也是会有些表演。他现在有的是像大象表演啊，然后还有鳄鱼表演都有啊。导游是跟我们说，目前呢正要开始的是大象表演，那我看一下来不来得及去看吧。然后走过来呢，这边就有各个表演的时间，那我们现在一点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大象表演很快结束了，我们可能要去最近的一个是一点半呢有一个鳄鱼的表演，那我们就从这边走过去吧。跟我刚刚猜的一样啊，我们走到大象的时候啊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，那现在已经结束了，那我继续往前走，走到那个鳄鱼那边去，时间还够，那我还是想说走过来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看还没看到大象。哎呦哎呦，还有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看到这大象旁边啊，大象跟大家一起合照拍照。回到拍照中，这些鳄鱼啊，他们在冬眠一样，都完全在睡觉，不会动。这鳄鱼呢，是真的是完全一动不动的，好像是真的在冬眠的感觉。来看一下，近一点看哦，看不到，只能隔着栅栏了，因为这个不能没有栅栏就很危险的。现在呢，时间呢是1:26，然后30分开始，然后会在那边表演这样子。然后啊，门口就有一只大大的鳄鱼，远远看我还以为是蛇，后来走进来发现它有左脚，所以是鳄鱼没有错。啊，大家准备走进去坐的位置看表演吧。现在里面之后呢，这边的位置还蛮多的，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广场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等中间有。看一下，有1、2、3、4、5，有五只鳄鱼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表演最后位置怎么去让他做表演，我不是很清楚。那我们就坐下来等等吧。有人一直看，因为有其他游客一直想说，这个鳄鱼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然后就有人跟他说，这一定是真的，这不可能是假的。外面就养很多只鳄鱼。然后呢，鳄鱼真的不动的时候啊，就完全就是像冬眠一样。可是啊，真的要小心，因为我刚看啊，其实他们眼睛都有在动，他们只是身体不动而已。那就是靠近，你如果不小心靠近他的话，伸手过去或怎么样，你被他咬了，你可能就没有命了。啊，假设要远离这些危险性肉食动物。奇怪了，我现在已经等到1:48了，还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来，也没有任何表演，可能是今天没有表演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往回走吧。我在想他是不是听到我的声音的，因为原本这个电扇是没有动的嘛。啊，我刚刚录完说我要走了之后呢，然后他就突然启动这个电风扇了。我们稍等一下吧，应该表演要开始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没有录到这个部分，因为他的表演时间 delay 了，从1:30。他刚广播啊，应该是从2点开始，那因为我们2:10要去做集合，所以我还必须走回去前面的出口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录给大家看了，因为不想要因为这个东西耽误人家行程啊，因为毕竟是跟着团体出游的啊。我们就往前走吧，恭喜大家，我真的可以回去录了。刚刚我走过来已经到餐厅这边，我本来想说直接走到门口集合了，然后那个导游说啊，因为可能有其他的团员啊，他们在点东西吃，可能也没那么快，然后所以就把时间改成2:20，然后因为他表演时间大概就10分钟而已，所以还是要可以过去看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。这边我们继续往前面这边出发，然后呢就继续往这里，我要回到这个鳄鱼馆了，准备去看表演吧。我现在呢坐上来第3排这里了，这里拍照比较好，注意一下。然后啊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广播，要开始喽。他只有10分钟的表演而已。啊，进去里面的哇，好厉害啊！好，谢谢。
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 Mina 咖啡啊，好，听说这个是一间蛮漂亮的咖啡厅的，哇，他们全部挤在那边看，因为那个 view 应该蛮好看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肚子饿了，拍完照片之后忘记录了。这里吃了一大堆啊，他们看起来蛮美的，这样子被人家的衣服穿，因为他也是40。蛮舒服的，然后玩过去坐在那边吃东西真的蛮舒服的。这个隔间里面也蛮不错的，蛮多人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吃东西，然后呢旁边呢也都有自动插座可以让你充电，很方便。哇，现在没办法拍了，因为现在开始下雨了，然后呢我只能站在屋里面拍环境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小凉亭也做得也蛮不错的，坐在那喝饮料蛮舒服的，只不过现在下雨了啊。然后啊，我们就不走过去拍给他看，那边就是另外一个用餐区域。然后如果你要吹冷气的话，玻璃这边，玻璃这边是有开冷气的。那因为这种天气很蛮凉的，蛮舒服的，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吹冷气，坐在外面。姐姐，这个我是挂了，拍给大家看一下。进去这边有冷气的地方呢，就像这样子。进去这里呢，就有冷气，可以直接把门关上。好了，在这边，感觉这里也不错。我去坐 ，OK。现在呢，坐在里面，然后从外面看到去，哇，蛮舒服的感觉。而且里面有冷气的，真的舒服。然后大家呢，可以走过来中间这边拍。站在这里拍啊，感觉还不错，不搭上背景或是搭写的，拍这边都还蛮好看的。